Hello，大家好。鸟妈每天都厚脸皮，强迫摸摸雪莹。雪莹慢慢接受，但是有时又抗拒。当手靠近，它会低下头等摸摸，摸摸一下下后，又要啄一啄手，一直重复摸摸啄啄，啄啄后又低下头讨摸摸。你和马走小双重性格，一说马走就来了。我也要摸摸头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过了换羽毛期间，马走是不会啄我的。是呀，马走很乖很乖的。就这样，摸摸头的娱乐，每天都要摸一遍。感谢收看，下个影片见。